其实这个故事里有两个男人，一个只要在身边就觉得很可靠很开心，依靠我吧，你不再是一个人了。另外一个，你算什么，竟然让我变得如此不堪，莫名觉得这里痛痛的。你不知道你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又迫切，你让我感到害怕，怕保护不了你。5月17日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花郎。